下把玩包女，这把就不玩了。那有个剑圣，这剑圣这英雄吧，欢迎来到英雄也没有多厉害，但是你的队友只要一不行，这剑圣你不玩武器大师那就挡不住，这啥英雄也没用，给你一顿砍。玩个积木都没用。啥团队？这拍摄手法肯定团队。你团不团队能咋的？跟你啥关系？要不团不团队？管那么多呢？谢谢 Peace Wag 的10个星空卡，谢谢。把他们也算上。哎，做小陀螺。不打了，小陀螺打人有点疼。盖伦一级学个艺，我还真就打不过他。这小陀螺伤害那么高吗？啊，他没带点盐！我又回来了。你没带点盐，你狂什么呢？我不明白呀。你没带点盐，你有什么好狂的呢？出招吧！你连个点盐你都没有，你给我狂什么？来来来，打我！你要是没带点盐，我很不怕你。哎呀，那有点卡。哎呀，好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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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卡了别卡了别卡了，受不了了！哎，晕，吊死，勾引成功。小陀螺年轻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他要没有点盐，我早就能杀他，我都忘了，没注意看他有没有。一般盖伦都不带传送。现在很少有盖伦带传送的了。死了他，吊锤送锤，晕锤锤锤，等人马踢了我们再杀。要不然人马把我们的人头给抢。本来我是要单杀，出招吧！严阵一段，掉。
手。我就不憋三项了，我再来一个小吸血，先来个破败。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死了呗，是阵地车我不要了，车我就不要了，人头我要了。车和人头总是相对守恒的，你知道吗？守恒定律，想杀人就别补车，想补车就别杀人。换人了呗，没换人啊，你家中单是个什么玩意儿，不积木是吗？那你都推他打呀，刚才干啥去了？那晃半天呢，两层塔皮不吃，跑这晃晃晃，把他晃啥？我又回来了。得了，寂寞又死了。什么意思 ？Q 闪，就你会 Q 闪，我就不会。现在该我了。打个针眼把鞋整出来。把他们的鞋换上。淘宝店叫啥名？我没有淘宝店的，干哈呀？快追呀！烫死了！等他扣没了再杀他啊！锤，重锤，重锤，锤！锤，重锤，不好意思，爆发有点高。剑圣挺狂啊，敢来找我、啊，剑圣。那你这红是不想要了？我一看，走嘞。这么脆的吗？我刚才是耀光接 W 接。武器被动，三重伤害。严阵以待。这个虚区还是比较正常。出招吧！
这么多。先三项吧。阿卡丽不无敌了吗？那积木就在那打峡谷先锋。哎呀，我操！你这人一下也不打呀？杀几个了？杀六个了。严阵以待。阿卡丽来了，杀了你两次，没用。他杀我十次，他也不是战士英雄，他一刺客英雄他就没用。我整个大影魔刀，他是个屁，立马他就变屁。我又回来了，现在不想整他而已。剑圣咋又来了？快来呀，剑圣！没有你我可怎么活？哎，这也能砸出来呀、啊、这什么防御塔？高的嘞！把他们也换上。我先来个水银海。你们说是先杀下路这俩，还是先拿？先拿红，先杀下路这俩吧。Hello， 哎呦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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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能打的都没有，我操，真牛啊！你可真牛啊！我又回来了。你差点把我射死了，我好害怕。把他们也算上。拉克斯怎么来了呢？挺吓人呐！哪去了？好，1000块！哇，发财了！还他妈抢炮车，畜生！
惩戒真是没地方放啊，纯是畜生。你说你连个盖轮你都打不过，那一杠七的你都打不过，那纯是个废物，干啥啥不行啊，吃炮车第一名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现在该我了。俩人干啥呢？相亲相爱呢？严阵一段，中路先杀剑圣。我操了，四面楚歌呀，兄弟，毫无队友。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一 v 九吧。先消灭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肯定是不投，这把我们挑战一把一 v 五，控制少点还行，控制太多了。寒冰还带控，寒冰给换个女枪就好了。盖伦啥装？哎呦我操！玩不玩啊？出门就放大呀？啊，就盯着我吧。到了就盯着我大，就他妈盯着我大，是吧？你快盯！你别让我逮着你啊！你家都没了，你不守一下基地吗？哎呀，哥呀，不想活了！你别我跳着你啊！换路呗，那就一路换一路，不亏。也换上。you
来呀，剑圣啊！这剑圣这都不敢上啊，这也太怂了，拆不掉了，不拆了，走了，赏金都打没了。寒冰怎么给我整出来个星石呢？回家补充装备，快！这么猛吗？哪来的盖伦从这儿出现了呢？你千万别我跳着你啊！好，你让我跳着你了，我让你骚。出装备，把他们也算上。我来传送门，走去小龙。啊，一个闪一个呗。盖伦是不搁里头呢？盖伦没带吗？我追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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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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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，别跑！拦了，把他们也算上。我追你老家，我都给你追死啊！让你跑，往哪跑？得来个蓝 buff 啊，蓝不够用啊。西兰刀啊，没格，没那个东西的位置。推波中，严阵以待。啊。下路还得管一下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给你来，是不是打大龙去了？真累呀，我大兄弟。啊？中路一波，出招吧！
先出塔啊，别着急。我有大影魔刀没触发的，勾引他。盖伦在后边呢，盖伦有大太烦人了，盖伦那大招太远了。把他们也算上。你还不回家吗？你先去守一下。你也拆够了吧，也该我了吧。我踩雷看积木能烫死我，积木能烫死给积木，我就不要了，我这人头没用。我已经不需要钱了，把他们也算上。剑圣搁旁边看啥呢？你就不舍得大呗？打个蓝 buff 去，没有蓝，没有蓝，把小龙打了。哎，你打不过来打龙呢，还跑去清野呀？隐身，这不隐个身？把这春哥换个啥呢？换个巨酒吧，换个巨酒，血量多一点。得有队友啊，没有队友不行啊。打不了，上路要是换个别的英雄还行，这盖伦太鸡巴烦了，真的，这英雄太恶心了，我20%我必死，我还不能往前上。3打5太难了，你这是3打5吗？这是1打5啊，这还是这是3打5。那积木跟银马但凡能有这盖伦一半有用啊，他们能放个大。
能比着盖伦一半有用都不至于说是打不过，他俩是纯是废物啊，两个掉线的加两个废物，他妈没一个打，真的一人让他妈打九个。